他们都想谈场异国恋。跟老外交往好处在哪里？中国人交往你适合。之前的恋爱都是因为父母会反对，是比较保守。你适合的原因是老外比较不清楚你的过去嘛。韩国的欧巴，我今天要表演韩国流行的爱心跳舞。兵舞也可以。明天我们今天晚上10点，新档更班。